20秒抽一百了。我今天也被封了一次呢。知道你的想法吗，老公？老公，快讲，快讲，快讲！我要知道你的想法，才能够更好的取悦你啊。
老公，老公，先跟我聊，拥有我的粉丝呗。现在让我离你近一点，
饱了。
好了，刚才是不是你弄了什么东西把它堵住了？是不是你弄什么东西把它堵住了？弄什么？在上面是不是你啊？急什么？你在急什么？告诉我，你在急什么？没用的东西啊。让我来看一下你钢铁般的意志哦。
的虎狼卡我的粉丝卡。阳了的话会没有感觉的吧。奖励自己几次了呢？
虽然你没有我的电话，但是你还是要乖乖的打给我，知道吗？不可以打给别人，不然的话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老公，快点叫出来，老公，就没办法再大了，老公。
解锁的魔法书。坏蛋，你都不心疼人家，我都难过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我想喝水水了。老公，人家想喝水水了。什么？喝牛奶？喝豆浆？我想喝牛奶和豆浆，怎么办？家里已经没有牛奶和豆浆了。现在这么晚了，去哪里拿牛奶和豆浆啊？什么特别的东西？我感觉这个味道好棒啊！你是添加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我感觉它的味道好棒啊！知道你在里面添加了什么？你在里面添加了你满满的爱意。
个东西，把它拿走。刚才脚的下面有个东西，有个袜子在那边。告诉我，谁不受自己身体的控制了？
logo。跟我说，你的心里有不有啊？98，坏蛋，你的坏蛋，就在我这里睡觉吧。明天想穿女仆吗？我们来投个票，明天穿什么？老婆女仆装吗？感谢感谢老公，谢我山东的哥哥。谢谢小狗贝哥哥，感谢老板，老公有上有请。睡觉了。
在这里啊，我直播间的老公，给你买一个大大的亲亲，老公，记得点我的订阅哦，小哥，谁不点我的订阅的话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把你绑起来，听见了吗？小老刘，你个老刘，不要克制自己，你都发烧了。再克制自己的话，那你人坏了以后怎么办啊？小墨鱼，不对，一些动词，谢谢。眼睛 ，baby 哥哥，你有个超粉卡可以送出来。是你在你不会觉得你带我的牌子然后不爱我就不会被禁言吧，宝宝？的牌子带节奏，下次再看到你，你就死定了。刚好差不多两点。
貌在上电视，大家可以上一下。微信，等一下，刚才有点生气。最讨厌带我的牌子带节奏，你不喜欢我，你不，如果不是我的粉丝无所谓的，我也不在乎，对吧？你带我的牌子你还逼逼赖赖的，就会让我很不爽。在我现实生活中是个很幽默的人，嗯哼，我怕你会因为了解我现实生活中，然后无法自拔，爱我要不要命的那种。说一下，不要带节奏，不要带节奏。两点，操了个 DJ， 就是那个有个弹幕。还找不到他了，下次我看见他一定要给他禁言。就是这种低级的粉丝牌子带节奏，你操了他跟母牛啊，我操了个 DJ 啊。真的他妈的给我在给我搞这种低级粉丝牌带他妈节奏，真是带，真的操了个母，操了个 DJ， 又日了个母牛。
如果我是 DJ， 你还会爱我吗？谢老六的粉丝盘盘，这种人真烦。串子，你们知道什么叫串子吗？嗯，串子就是在这边说别人不好，在我这里说别人不好，去别人那边说我不好，这种是串子。嗯，谢晨晨，晨哥不要急啊，发奖不要急，宝贝啊，你1.45中的，你他妈招个屁呀、啊，气死我了。游戏区的串子很多的。就是在你这里，然后比如或者是说你说别人不好，在别人那里说你不好，好多这种的，就是带节奏，来回带节奏的这种的。最近新冠，那个监沟新冠了，所以说见不了面。谢谢灯子，谢谢七友，把大家上个电视啊！2点推荐未开始，我要开始那个努力奋进。啊，最近那个什么就是新冠了。然后，就是想看看江浙沪过段时间有什么好玩的，然后做一期节目。好。哥哥送本魔法书的，一本魔法书。但今天我那个有点问题，我今天的电脑 QQ 没有了 ，QQ 哪里去了呀？下好 QQ 吧，不然感觉影响了。3秒，装个 QQ 啊。
进度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妈 QQ 突然在桌面消失了，我操！下期的彩虹图图。今天好了好了，两点了，准备开始了。我先把他们给弄完了。今天突然一点小问题，助理不在啊。像个胡亮卡牌子，泄气的年度彩虹图图，助理不在，所以刚才没办法给大家弄。现在好了。英本魔法书想送的送一个哦。投票的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了。
老公，你不会连后两都不舍得送给我吧？可以送我一本魔法书。我的好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妈妈。今天要把你所有的功劳交给我。
嗯，嗯嗯嗯嗯。
快了吗？那我慢一点。先慢一点。你要不给我的话，我就变傻了。粉丝群的话，八级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。八级可以加我们的粉丝群哦。
位男主播喜欢的歌可以直接送一本魔法书。主播什么都会，但是超怪总说我在，我就是不行。埋埋老婆，为了你什么都会去学一点的。会把手机放在什么奇怪的地方吧？你要跟着我的节奏动起来，跟着我的节奏走哦。注意身体啊。
发烧了，哥哥。公公，你还不心疼我一下吗？我怎么舍得弄死你啊？我心疼你，保护你，爱护你还来不及呢。可是老婆都发烧了。Thank you.